佛学词典名相术语依照原始网站网页档名00001htm 至05915htm 排序。八正道又名八圣道，即八条圣者的道法。一正见，即正确的知见。二正思维，即正确的思考。三正语，即正当的言语。四正业，即正当的行为。五正命，即正当的职业。六正精进，即正当的努力。七正念，即正确的观念。八正定，即正确的禅定。修此八正道，可证的阿罗汉果。From 佛学常见词汇，八辈指四相四果的圣人。四相四果：一、须陀洹相，即须陀洹果。须陀洹华意为入流，即入圣人之流。此谓须断尽三界八十八识见惑，方能证得。当未断尽时，皆未相，以断尽未果。二斯陀含相，即斯陀含果。斯陀含华意为一来，为其当于欲界的天上人间各来受身一次。此谓断尽三界见惑外，须更断欲界思惑前六品，方能证得。当断一至五品时，皆未相，以断尽第六品未果。三阿那含相，即阿那含果。阿那含华意为不来，为不再来欲界受生死。此谓须断尽三界见惑，即欲界九品思惑，方能证得。当断尽七八品时，皆未相，以断尽第九品未果。四阿罗汉相，即阿罗汉果。阿罗汉华意为杀贼、应功、不生等意，为永入涅槃，不再受分断生死。此谓须断尽三界见惑，即欲界九品思惑，并色无色界八的七十二品思惑，方能证得。未断尽上二界七十二品时，皆未相，已断尽则未果。八遮三论宗所说的八不中道，见八不中道。八不中道又名八不正观或八不中观，即不生不灭，不断不长，不依不异，不去不来。中道是中正不偏的道理的意思。 From 佛学常见词汇，八不中道术语，又曰八不正观、八不中观。中道就所作之理而言，正观中观就能正之至而言，又对于偏谓之中，对于邪谓之正。三论宗以之为至极之宗旨。八不者，不生不灭，不断不长，不依不异，不来不出之八句四对也。反之则未生灭断长，一意去来，谓之八迷。又曰八寂，部门虽无量，今孤寂于八部而该摄一切焉。此八部为众生之德源，亦为群生之师本。悟八部，故有三圣之众生；迷八部，故有六趣之纷然。但因物有高下，迷有浅深，故成六趣之别，三圣之异。何则？诸佛说法，不出真是二谛。真是二谛，该摄一切之佛法。佛说此二谛，使众生依是谛而成方便，依真谛而得般若也。然众生于此二谛，每执八迷，不得方便般若。
故今就真是地破各八迷，以显二地之中道焉。不者，有明之意，有破之意。就体言，谓之明；就情言，谓之破。是言虽属空门，其意则在于显中。如成论师，乃单就是地以明真地之中道。嘉祥师，则依本业经，就真是二地，而各明八部之中道。其言曰：破是地之八迷，治凡夫之有病；破真俗八迷，治大乘中方广道人之空病。一不生不灭。先言俗地之中道。俗地之生灭，非时生时灭，但由因缘而假生，依因缘而假灭，故不生不灭也。是之谓是地中道，如外道小乘，为此不生不灭之中道，而执是地时生时灭，故是地堕于有之偏邪。今因破之曰不生不灭，是显是地之中道也。次言真地之不生不灭，对于俗地之有假生假灭，故说真地之假不生假不灭。何则？空以有为是地，有以空为真地，二地相依相即也。可知空以有为是地，则是地即是假生假灭也。有以空为真地，则真地即假不生假不灭也。此中对于是地之生，说真地之不生。对于是地之不灭，说真地之不灭。故是地之生灭是假，真地之不生不灭亦是假也。指此假不生假不灭，谓真地之不生不灭。不生之言，显假不灭；不灭之言，显假不生。假不生假不灭，即是真地之中道也。大乘之方广道人，不了此真地之假不生假不灭，执真地破是地之假生与假灭，方谓不生不灭。故真地堕于空之偏邪，实则真地之不生要破是地之假生，因假生而名其为假不生；因是地之假灭而名其为假不灭，以显真地之中道也。故经云：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或问何故先就不生不灭而名中道耶？答曰：是地以因果相生为根本，因果若成即一切皆成，因果若坏则一切皆坏。今欲证是地因果相生之意，故先就不生不灭而论是地之中道也。或问既说不生不灭便足矣，何故复说断肠等六事？答曰：立根者初闻即悟，无需更说。盖以是地无性时之生灭，则并无不破；又以了因缘假名之生灭，即证无不显，故不须更说六事。但未顿根未悟，以转世而言之。又根性不同，受物非一，自闻不生不灭而不悟，听不长不断而变悟者有之，故去于一缘离开别教。二不断不长以下六事，就是地真地而论中道，准于以上不生不灭之中道而可解矣。今但就是地而明之，不断不长于以上之不生不灭之是地之因果相生，是谓假生灭，非为时之生灭，即虽离性时之过，犹未免因中有果无果等之失。如僧趋即因中有果，故生是常之意也。
为是执因中无果，是断之意也。佛法内之萨婆多，名三世常有，亦是常之意也。大众不过为无之意，以为本无今有，亦有还无，是断之意也。今明真实妙有之因果，不可长不可断，故说不断不长之中道也。三不依不异，即离世必性时之生灭及决定之断常，有恐堕于一异，如僧趋与大众不明因果之一体。如为是与上座不明因果之一体，如此之一异，并坏世必因果之中道，故不断不长之次，名不依不异也。四不来不出，或者虽闻以上六部，而终未决定有果，或未自外来，或未自内出，或执外道众生之苦乐，万物之生灭皆从自在天来，是外来之意也。复即外道苦乐之果，皆是我之自作，我之自受，是内出之意也。又如皮檀既木有火性，由性火以成是火，内出之意也。诚实论明木无火性，但呆缘而生，外来之意也。如是来出皆坏事地之因果，是故说不来不出之中道也。本业因落经下曰：二地异者，不一亦不二，不长亦不断，不来亦不去，不生亦不灭。八不也。涅盘经二十七曰：十二因缘，不出不灭，不长不断，非一非二，不来不去，非因非果。十不也，龙树成之。制度论五曰：如说诸法相继，不生不灭，不断不长，不依不异，不去不来，因缘生法，灭诸系论。八不也。同七十四曰：观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来不去，不依不异，不长不断，非有非无。十二不也。中论归尽颂曰：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系论。莫书多举八不而言：不生不灭，不去不来，不依不异，不断不长，是依制度论而变其次第耳。大乘玄论卷二八不异曰：八不者，盖是诸佛之中心，诸圣之行处也。中略，数贯众经，横通诸论也。中论书二本曰：八不者，盖是正观之指归，方等之心骨也。定佛法之偏正，是得失之根源。迷之则八万法藏明若夜游，悟之即十二部经如对白日。指观六曰：横门者，如中论八部，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一论明八门，诸经论则无量。八宗纲要下曰：八部妙理之风，福妄想细论之尘。无的正观之月，福一时中道之水。八会出家人购置田宅，种植耕栽，贮聚谷粒，蓄养奴婢，蓄养群畜，藏积金银钱宝，藏积象牙刻镂等物，藏积铜铁斧或以自烧煮。八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莫那识、阿赖耶识。佛教的唯识学，把一心分八识。资列表说明如下：眼识，眼根缘色尘；耳识，耳根缘声尘；
彼时彼根源相成时，了别未异。舌时舌根源未成，身时身根源处成七，意识意根源法成转。八是第六意识所依之根时，十第七莫那时常随四烦恼我痴我见我爱我慢意思量，向内直取阿赖耶为我，向外认识境界为十法为义，能藏能含藏一切法的种子。华义藏时所藏受第七时所熏习，执藏受第七时所执取心即起。第八时阿赖耶无复无际为义根，种子现行时善恶分明，业报相续本。十八时心王，心王是能愿外境的精神主体，为欲知的根本，也是识的自信。此心王含有八种识，即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等识，故又名八识心王。八十二无我，八十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莫那识、阿赖耶识，即一心有八个了别作用的识。这了别作用是杂染之见，要转八十成四种清净智，才是清净正智。即转前五十未成所作智，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第七莫那识为平等性智，第八阿赖耶识为大圆净智。能转八识为四智，便可破我法二执，断惑正真，故称为八十二无我。转十乘智，转凡夫有漏的八十乘为佛的四智，即转第八十为大圆净智，转第七十为平等性智，转第六十为妙观察智，转前五十为成所作智。八难八个见闻佛法有障碍的地方和情形，即地狱、恶鬼、畜生、北俱芦洲、无想天、盲聋喑哑、视智变聪、佛前佛后。此中地狱、恶鬼、畜生属三恶道，因业障太重，很难见闻佛法。北俱芦洲人福分很大，但不晓得佛法，故不能乐生脱死。无想天是外道所生的地方，那里的人也是不能乐生脱死。换了盲聋喑哑的人，自然见闻不到佛法。视智变聪是世人仗着小聪明，不肯虚心修行，甚至还会毁谤佛法。身在佛出世前或是佛涅槃后，都见不到佛和听不到佛法。八十田所有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一切种子，都收藏在第八十里，遇到缘就会发行现行，像是田地放下了种子就会生出果来一样，所以叫做田。八十体一所有八十的体性都是一体，这是唯识宗的意义。八十体别所有八十的体性个别不同，这是唯识宗的正义。八颠倒凡夫的四道与二乘的四道，合称为八颠倒。凡夫的四道是误认世间为常乐我净，二乘的四道是误认永寂为涅槃，即无常乐我净。八道对生死的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执定为常乐我净者，是凡夫的四道。对涅槃的常乐我净，执定为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是二圣人的四道。这两种四道合起来就是八道。
八觉八种的恶觉，即田觉、脑觉、心理觉、国土觉、不死觉、足性觉、亲五觉。八处将获得出禅定的人的身上所发生的八种感触，即一动处，即在坐禅的时候，身体忽然升起颤动的现象；二痒处，即身体上发痒，好像无置身之处；三轻处，即感到身轻如云，好像在天空中飞行一样；四重处，即感觉身重如山，不能移动分毫；五冷处，即感到身冷如冰；六暖处，即感到身热如火；七色处，即感到身如木皮；八滑处，即感到身滑如脂；八禅无惭无愧，即谦悔眠调举昏神。禅是烦恼的别名。八变八种佛所特有的辩才，即不思呵辩，不迷乱辩，不步畏辩，不骄慢辩，亦具足辩，畏具足辩，不着色辩，应时分辨。刀徒三徒之一，即畜生道的别名，因畜生常被杀而死。刀徒戒名，三徒之一，畜生道之一名。畜生为人驱逼屠杀残害，故曰刀徒。止观亦曰：若其心念念欲的名闻，四远八方称扬亲友，因无实德，须比贤圣，其下品十恶如魔间体者，此发鬼心行刀徒道。同辅行曰：从被驱逼为名，故名刀徒。From 佛学大词典。三徒血徒，刀徒，火徒。血徒是畜生道，因畜生常在被杀或互相吞食之处。刀徒是恶鬼道，因恶鬼常在饥饿或刀剑杖逼迫之处。火徒是地狱道，因地狱常在寒冰或猛火烧煎之处。三徒即三恶道的别名。三徒对三毒，出慈悲水忏。一火徒对田分，火徒即地狱道也，为其畜受苦众生，肠胃或汤炉炭等热苦所逼，故四解脱经称为火徒。盖由众生无慈悲心，常怀田分，至感思报，故云火徒对田分。二刀徒对悭贪，刀徒即恶鬼道也，为其畜受苦众生常受刀杖驱逼等苦，故四解脱经称为刀徒。盖由众生无慧失心，常怀悭贪，至感思报，故云刀徒对悭贪。三血徒对愚痴，血徒即畜生道也，为其畜受苦众生，强者扶弱，互相吞啖，饮血食肉，故四解脱经称为血徒。盖因众生无智慧心，愚痴不了，至感思报，故云血徒对愚痴。 From 三藏法术。八魔烦恼魔、因魔、死魔、他化自在天子魔，无常、无乐、无我、无尽。八变化又名八神变，或八自在，即能小、能大、能轻、能自在、能有主、能远至、能动、随意。八骄八种的骄慢。骄慢是恃才傲物的意思，因其气慨好像鸟类的灵高视下，故文殊问经配八骄于八种之鸟。
一、肾壮焦，如吃鸟；二、性焦，如枭鸟；三、腹焦，如雕鸟；四、自在焦，如鹫鸟；五、受命焦，如乌鸟；六、聪明焦，如雀鸟；七、行善焦，如鸠鸟；八、色焦，如鸽鸟。利忍一个人在受辱的时候，纵然已起甜心，但如能及时觉悟甜果之害，以功力克制，竭力忍耐，使不发作此种功夫，稍有勉强，故名利忍。利波罗蜜，十波罗蜜之一。十波罗蜜，施波罗蜜，戒波罗蜜，忍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方便波罗蜜，愿波罗蜜，力波罗蜜，智波罗蜜。此十波罗蜜是为十论所立，称为十圣行，即菩萨在十地时所修行的道法。十一切处又名十遍处，即观青黄赤白地水火风空十等十法，使其一一周遍于一切处。十一位十的加等觉，叫做十一位。十一果比丘若以慈心修一切布施，则能获得十一有的果报。十一法比丘所应成就的十一种法，即戒、定、慧、解脱、解脱见慧、根基、知足、修法、知方始、分别意、不着力。十一苦法阿炼若起时，一处坐，一时时，正中时，不择加时，守三一，坐树下，漏坐闲静处，者不纳一，在种间住。若有人能于十一年中学习此苦法，则此生可得阿那含果，再生可得阿罗汉果。十一想为比丘应以十一想来思念如来，即戒意清净，威仪具足，诸根不错，性意不乱，常有有见意，苦乐不以为意，意不忘失，只观现在前，三昧亦无休息，智慧亦无量，观佛无厌习。十一遍始即七见二一二无明。七见是邪见、我见、常见、断见、戒道见、果道见、一见、二一是一事、一理、二无明是根本无明、知末无明。十一遍行或与十一遍始同。十一遍始即七见二一二无明。七见是邪见、我见、常见、断见、戒道见、果道见、一见、二一是一事、一理、二无明是根本无明、知末无明。十七的瑜伽师的论所说的十七种法门，即五十身相应地、异地、有寻有四地、无寻有四地、无寻无四地、三摩系多地、非系三摩多、有心地、无心地、闻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有余一地、无余一地。十二入即六根与六尘，与十二处同。十二处六根六尘合称为十二处。处是出生之意，即由六根六尘出生六识，则六根六尘六识便合成十八果。十二分教十二部经，十二之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又名十二有之，或十二缘起，是说明有情生死流转的过程。
十二因缘是无明、贪、甜、痴等烦恼为生死的根本。行造作诸业，十业时投胎，名色，但有胎行六根畏惧，六入胎儿长成眼等六根的人形，触出胎与外境接触，受与外境接触升起苦乐的感受，爱对境生爱欲，取追求造作，有成业因能招感未来果报，生在受未来五蕴生，老死未来之身又见老而死。以上十二支包括三世起惑、造业、受生等一切因果，周而复始，至于无穷。资列表说明如下：无明、贪、甜、痴等烦恼或过去二因行造作诸业，业十业时投胎苦，现在名色，但有胎行六根畏惧苦，十二五果六入长成眼等六根人形苦，因缘处出胎与外境接触苦，与受与外境接触生苦乐感受苦，三是现在爱对境生爱欲或因果三因取追求造作或有成业因能招未来果报业，未来生再受未来五蕴生苦，二果老死未来之身又见老而死苦，十二的十的何等觉妙觉，十的指声闻成十的即受三归地、性地、性法地、内凡夫地、学性界地、八人地、须陀环地、斯陀含地、阿那含地、阿罗汉地，指缘觉成十的即苦行具足地、自觉甚深十二因缘地、觉了四圣地地、甚深立志地、九圣道地、观了法界虚空界众生界地、正寂灭地、六通地、彻和密地、其想见佛地，指菩萨成实的即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即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会地、法云地，此时地是菩萨五十二位修行中的第五个十位，在此时的见开佛眼，成一切种智，已属圣位。指佛成时的即甚深难知广明智慧地、清净自分威严不思议明德地、善明日状实相海藏地、精妙金光宫诸神通智德地、大轮威藏明德地、虚空内清净无垢严光开香地、广胜法界藏明界地、普觉智藏能净无垢边无碍智通地、无边德庄严回向能照明地、毗卢舍那智海藏地等觉佛的别称。等是平等，觉是觉悟，诸佛的觉悟平等亦如，故名等觉。大乘五十二阶位中第五十一位名为等觉，即时地位满，将证佛果之中间阶段，因其智慧功德等四妙觉，故名等觉，又名一生不处或金刚心菩萨。妙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智德不可思议，称为妙觉，为佛果的无上正觉，证得此觉的人被称为佛。十二光佛阿弥陀佛的十二个光明尊号，即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焰王光佛、清净光佛、
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南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三十二因缘又名十二有之，或十二缘起，是说明有情生死流转的过程。十二因缘是无明、贪甜痴等烦恼为生死的根本，行造作诸业，十业时投胎，名色但有胎行六根畏惧，六入胎而长成眼等六根的人形，触出胎与外境接触，受与外境接触升起苦乐的感受，爱对境生爱欲，取追求造作，有成业因能招感未来果报，生在受未来五蕴生，老死未来之身又见老而死。以上十二支包括三世起惑、造业、受生等一切因果，周而复始，至于无穷。兹列表说明如下：无明、贪甜痴等烦恼或过去二因行造作诸业业，十业时投胎苦，现在名色但有胎行六根畏惧苦，十二五果六入长成眼等六根人形苦，因缘处出胎与外境接触苦，与受与外境接触生苦乐感受苦，三是现在爱对境生爱欲或因果三因取追求造作或有成业因能招未来果报业，未来生再受未来五蕴生苦，二果老死未来之身又见老而死苦，十二有之十二因缘的别名，有即世间所有之即之分，为所有生死流转皆不出此十二之分。十二因缘又名十二有之，或十二缘起，是说明有情生死流转的过程。十二因缘是无明、贪甜痴等烦恼为生死的根本，行造作诸业，十业时投胎，名色但有胎行六根畏惧，六入胎而长成眼等六根的人形，触出胎与外境接触，受与外境接触升起苦乐的感受，爱对境生爱欲，取追求造作，有成业因能招感未来果报，生在受未来五蕴生，老死未来之身又见老而死。以上十二支包括三世起惑、造业、受生等一切因果，周而复始，至于无穷。兹列表说明如下：无明、贪甜痴等烦恼或过去二因行造作诸业业，十业时投胎苦，现在名色但有胎行六根畏惧苦，十二五果六入长成眼等六根人形苦，因缘处出胎与外境接触苦，与受与外境接触生苦乐感受苦，三是现在爱对境生爱欲或因果三因取追求造作或有成业因能招未来果报业，未来生再受未来五蕴生苦，二果老死未来之身又见老而死苦，
十二行法轮及三转法轮。三转法轮简称三法轮。见三法轮条。佛成道后，守在鹿野晚，说四谛法，度五比丘，是谓初转法轮。嗣后又复众说三次，故亦称三转法轮。三转的不同处是，一是转，佛对立根者说，此是苦，逼迫性，此是急，招感性，此见也，可证性，此是道，可修性，使其依闻即悟。二劝转，佛对中根者说，此是苦，汝应知，此是集，汝应断，此是灭，汝应证，此是道，汝应修，使其信受奉行。三正转，佛恐顿根人，人不能信解，于是便引己为证，以明非虚，即此是苦，我已知，此是集，我已断，此是灭，我已证，此是道，我已修，使其破除疑虑。资列表说明如下：初转是相，此是苦，逼迫性。苦地苦果次转劝修，此是苦，汝应知。三转作证，此是苦，我已知。初转是相，此是集，招感性。三集地苦因次转劝修，此是集，汝应断。三转三转作证，此是集，我已断。右转四出转是相，此是灭，可证性时。胜灭地乐果次转劝修，此是灭，汝应证。称二第三转作证，此是灭，我已证法。初转是相，此是道，可修性轮。道地乐因次转劝修，此是道，汝应修。三转作证，此是道，我已修。十二法入头陀行者的十二种行法，即住阿兰若处，常起时，次第起时，受一时法，结量时，中后不引果将一堂者，即扫一，但三一种兼住，树下止，路的坐，但坐不卧。十二门禅四禅，四无量，四空定，合称为十二门禅。十二众乘十二因缘的别名。五句章句经说，一切众生常在常遇，有十二众乘为之，以三众即离离之。十二众乘即十二因缘，三众即离即三界。十二因缘又名十二有之，或十二缘起，是说明有情生死流转的过程。十二因缘是无明、贪甜痴等烦恼为生死的根本，行造作诸业，食业食投胎，名色但有胎行六根畏惧，六入胎儿长成眼等六根的人形，触出胎与外境接触，受与外境接触升起苦乐的感受，爱对境生爱欲，取追求造作，有成业因能招感未来果报，生在受未来五蕴生，老死未来之生又见老而死。以上十二支包括三世起惑、造业、受身等一切因果，周而复始，至于无穷。资列表说明如下：无明、贪甜痴等烦恼或过去二因行造作诸业，业食业食投胎苦，现在名色
但有胎行六根畏惧苦，十二五果六入长成眼等六根人行苦，因缘处出胎与外境接触苦，与受与外境接触生苦乐感受苦，三是现在爱对境生爱欲惑，因果三因取追求造作惑，有成业因能招未来果报业，未来生再受未来五蕴生苦，二果老死未来之生又见老而死苦，十二行相四地各有是劝证的三行相，合成十二行相。四地名数又云四圣地四真地，圣者所见之真理也。梵语开发百分之 RI Arya Sutra 百分之 NI 巴利语开发百分之 RI Arya Sutra 百分之 NI 一苦地的 Ka A 百分之 Arya Sutra 三界六趣之苦报也，是谓名之果。二极地 Samudra A 百分之 Arya Sutra 贪甜等烦恼及善恶之诸业也，此二者能及其三界六趣之苦报，故名极地。三灭地 Nirvana A 百分之 Resutya 涅槃也，涅槃灭惑业而离生死之苦，真空寂灭，故名灭，是谓悟之果。四道地摩百分之 RGA A 百分之 Resutya 八正道也，此能通于涅槃故名道，是谓悟之因。其中前二者流转之因果也，故又曰世间因果，后二者还灭之因果也，又曰出世间因果，此四者皆云地者，言其真理实为至极也。而二者皆先果后因者，果亦见，因难知，故先是苦果令其厌，然后始断其因，又举涅槃之妙果实乐之，然后始修其道，是乃又引罪列小机之善巧也。佛起菩提树下至鹿野苑，为五比丘时说此法，是为